听说啊，希望以后可以跟你见面。像我昨天晚上录这个录影给你，就是说我一定会为你跟你的家人祷告然后希望有一天可以见我可以见面。林书豪面色凝重，对着镜头为粉丝加油打气。八仙城报当中，全身受伤面积超过80%的伤者林奇玉是学校系队篮球队员，相当喜爱林书豪的他，平常都是穿着林书豪的球衣。得知消息之后，林书豪也录下声音，希望林奇玉能够加油再加油。奇玉，这是林书豪。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过。我一定会为你跟你的家人祷告。我相信，上帝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我知道现在非常辛苦，可是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我一定会支持你。我很感谢你，看我的比赛，我很感谢你支持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你见面。林书豪的录音档让林奇玉的家人相当感动。由于目前林奇玉仍在昏睡当中，家人很希望有了林书豪的打气，能够让重伤的林奇玉有所反应。差不多12:30-1:00，逛完夜市的时候，我回到饭店的时候就录一个差不多30秒的录影给他。今天下午才要开始做清创，那人工皮啊，还有一些资源的话，因为我们是属于比较远的医院，然后希望中央可以分配到我们这边来。目前人在加护病房当中的林奇玉，预计3号会进行第一次的清创手术，而在这之前，及时收到了好小子的现身加油，希望能让重伤的林奇玉早日传来好消息。记者詹佑宏、林东明 SNG 小组台北报道。